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炒的这个土豆丝炒肉，还有这个五香豆干。这个豆干是我同学的妈妈自己做的，她从老家寄给我的。红瓜皮，好吃。没食欲的时候就吃这个黄瓜皮，这个橱窗店铺里面有哈，你们可以直接进去拍就好了。两瓶20多块钱，25块钱。嗯，拜拜，光盘行动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烧的这个红烧猪脚啊，不是红烧排骨。下饭的这个黄瓜皮。
嗯，好吃，就是现成。这个饭被晒死了，糯米笋炒辣椒。这个糯米笋还没有拍的，可以拍一单，19.93元。这个不好吃，你回来直接把我拉黑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笋全是嫩笋尖。这里冲的这个酸梅汁，哇，好喝。拜拜。